前总统蔡英文按算十二出发，要访问欧洲，包括着捷克在内的三个国家，时间是八天，会出席捷克公元2000论坛，而且发表演说。这是台湾历任的总统头一位去到遐，蔡英文也特别受到重视。总统府也证实讲，蔡英文找来有去到赖总统的官舍，两个人交换国防、外交、国际合作意见。这也是五二狂了后，两个人头一届做会出现。在赖总统邀请之下，第一摆用访宾身份登回总统官邸。前总统蔡英文前来拜访赖清德，是五日空交接了后，两人第一摆做会。赖清德佫提前伫门口立等，伊佫感谢蔡英文拍八年基础，蔡英文是肯定赖清德推广专项会润性的赞助。谢谢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，说整个国家，还有特别是外交、国防，还有国际合作方面。这个全社会的这个韧性这件事情，确实把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，是比较，因为要一个比较高位阶的这个整个的机制。蔡文十二要访问欧洲、捷克等三个国家，赖清德全力促成收听，阁派出蔡文前来重要幕僚，关怀咨询委员会黄中安随行。蔡文按算参加捷克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，也是台湾现任总统第一人。我们过去的现任总统里面，那么大概除了马总统以外，北京对我们任何现任总统出去访问都是高度的这个打压了哦。那么透过这种亲身的接触，可以跟各国的这个政治领导人，不同层级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这个最直接的接触，那么来表达意见，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最好的这样。蔡老会唔啦讨论国家大事，串门也加罗清德关系，两只狗啊，斑斑甲猫会，生做会各分享狗的七头米啊，享受欢迎都是这包家己做的牛肉干。他自己做的牛肉干，哦、所有的猫狗都喜欢。喜欢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我们那里可以帮你制作。交流饲狗的经验，也讨论家己的狗啊，无同款性格、家教的代志，和两人做会，给一挂家庭恐怖趣味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